今天呢，我们大家来学习修自轻他重菩提心。自己轻啊，自己啊，我们就好像这个哲学里面讲啊，讲这个唯物和唯心一样啊。现在很多的人有这种误解，说这个唯物啊啊，好像是跟唯心是反对的啊，信唯物的就不信唯心，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对于哲学的角度上，唯物主义者只是认为唯物是第一的，唯心是第二的，是这样一个存在关系。唯心主义者呢，认为唯心是第一位的，唯物是第二位的，是这样的。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啊，把它哦，这我是唯物主义者，那唯心的是迷信，我是不相信的。那你是什么主义者都不是，因为这个已经矛盾了。作为一个理念来说，就唯物主义者，他只不过是把唯物的世界放在第一位啊，然后呢，唯心啊是第二位啊，所以说呢，成为一种主义，叫唯物的主义。反过来说呢，当唯物成为主义的时候啊，成为主义的时候，他已经就是唯心的了。你终身不渝的坚持着唯物的这种观念、这种理念，这本身就是唯心的。所以这个哲学上我们就去，所以相信唯心的人从来不会去反对唯物，但是呢，不懂得唯物的这一种那个呢，他误解啊，他却误以为哦，相信唯物的不要唯心的啊，这种。所以说自轻他重呢是什么意思呢？也是自己啊是摆在第二位的，是把他啊把别人呢放在第一位的。就进而啊，从自他相换到自轻他重，这就更加的这个提升了这个心呢、这个金子一样啊，黄金从14开的变成18开的，18开变24开的了。观想自己无论住于轮回还是堕入地狱，病也好，痛也好，以及遭受任何其他不幸，都可忍受，并愿其他众生的痛苦成熟于我的身上，愿我所有的安乐与善果，他们能圆满具足，内心深处思维，并付诸于实际行动中。什么叫自轻他重啊？其实这个品德在母亲身上都有的。就是说作为妈妈的，做这个上班啊再累，乃至啊那个身体啊又不好，她都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自己的小这个儿子啊女儿啊，不要有这个就可以了。女儿儿子吃得胖胖的，红红的啊，白白胖胖的啊，身体好得不得了啊，开开心心的，妈妈就安心了。如果的话，这个小孩子如果有一点病痛啊，有一点不顺啊，这个妈妈会发愿的。我常常就听到有这样的人来求啊，宁愿这个病生在我身上啊，也不愿意生在自己儿子、自己啊孩子的身上。其实，一个母亲的这个心啊，就是叫自轻他重，自己无所谓，这个只要孩子好就行。只要众生呢，不要有这些痛苦。他们如果有痛苦的话，如果有灾难的话，就在跪在佛菩萨面前就想菩萨啊，但愿所有众生的痛苦啊、苦难啊、病痛啊，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这个不是说你自己的孩子呢，还把关一切众生呢，这样。所以内心深处有常常的思维啊。并且在实际行动当中啊，要去实践。所以这样子，像这样子实践的，我们今天听到了，甚至有的人听到了，还做人第一次听到，还有这样子的人呢。但是在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还有历代的祖师大德，他都是这样修过来的，都是这样通过对自我的这种提升呢、
就像炼黄金一样的，炼炼炼炼的，越来越纯，越来越光明，乃至最后成得了，成就了无上菩提，乃至这些祖师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修行过来的。所以此类跟公案有许多，这里面给我们例举了五则，一个是阿底峡尊者的上师，仁慈愚切上师。有一次这位上师在法座上讲法的时候有一个人呢，他就想把那个狗赶走，就拿了一块石头，就狠命的就砸向那个狗结果这个石头打在狗的身上他这个正在讲法的上师忽然哎呦一声痛得不得了，痛啊，然后说着就倒在了这个法座上面。但是这个时候那个狗被打的狗却一点事情也没有，当场很多的人都以为有人打狗，怎么师父倒下来了结果仁慈上师他也知道大家不明白这里面的意思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身上衣服撩起来给大家看，结果就在他的背上那个肿起来，就高高的肿起来一块非常清楚的红红的肿肿的一块印所以大家看了这个之后就知道，一个修菩提心的一个修自轻他众菩提心的，一切众生的痛苦不单单是怨而且真正的就会这样的前面我们叫自他平等，然后自他相换，自他相换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害怕了，到自轻他众，哇，有的人想想破破色了，听都跑掉了吧，跑没有跑，人没有跑，心跑掉了生活当中想去实践都跑掉了，不去实践了，因为想想你看别人打狗，狗不疼，他倒疼所以说这个上师呢，大家也对上师升起了诚信，上师是一个真正的代受了狗招食鸡的痛苦，他把这个痛苦直接代受到自己身上来了另外还有一位上师达玛日杰达他以前在修这个行的时候自轻他众的时候最初是声闻有部一位班智达，他的一开始是个班智达，前半生虽然从未听闻过大乘法，但是他的心却像大乘一样的功德安住于大乘的种性中，无情而自然具有大悲心自然有这种大悲心的。一次他的邻居患了一种严重疾病，医生就说说治疗此病需要活人的肉，如果有就能够治愈但不可能找到，看来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个病很严重的。达玛日杰上师他就知道了，然后他自己主动的去来到了这个邻居家里，如果能治愈他的病，我给肉。他就对那个医生说不是需要活人的肉吗？如果你能给他治，我来给肉。说完之后就拿一把刀就在自己腿上就割了一块肉下来，大腿上割了一块肉就交给了他。然后这个病人呢，把这个肉吃下去了之后果然见效了。虽然那个病人吃了这个肉他自己不痛了，但是达玛日杰这位上师他当时并没有证悟到这个圣者的这个状态，完全的空性，圣意的空性没有证得，所以他割这块肉的时候那是痛得不得了的像我们讲那个关公什么寡骨疗毒，对不对？他这个自己割自己的肉这种多痛我们你看，我们有个小火星子掉在肉上都痛得不得了，一个蚊子叮一口都痛得不得了，更不要是拿一把刀切自己身上割块肉下来了，所以是非常的疼痛。但因为悲心极大而未生起后悔之心，他对自己的这个行为但是从来没有后悔，没有后悔，因疼痛难忍根本无法入睡，一直到这个黎明的时候黎明时
才稍稍的有一点点入睡。这时候啊，梦当中就出现一位啊白色的这个啊身着白衣的这个人呢、那前来跟他说，是吧？要想获得菩提，必须经历像您这样的苦行。善哉善哉，我赞叹他。要想成佛的话，就必须要像你这样的学习啊！哇，我这讲的话，大家怕不怕？都想了生脱死，想成佛，想成佛就必须要经历这样的苦行，哇，怕不怕？有的人吓得，我想学佛嘛，就是快乐一点的，我想拜师父嘛，就让家庭平安一些的，还要这样子的，有的人知道了吓也吓坏了，所以说这个是菩萨的行为嘛。然后这个着白衣的这个人呢、就赞叹他，善哉善哉。说完之后呢，就用唾液吐了一点唾沫，然后用手啊把这个唾沫就涂在他的伤口上面。结果这个恍然像真的一样，他一醒过来之后啊，是梦还是真的？再看看伤口，好了，不单单是好了，连痕迹都没有留下，也不痛了。一点也不痛，这个伤口连痕迹都没有留下，就像他没发生过这个事情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知道啊，因为他还没有证得圣果，所以这个菩萨来安慰他，让他这么痛这么痛。这个一个人啊，为了行菩萨道这么痛啊，菩萨也心痛啊，所以来帮助他。这反过来说，为什么明明是拿一把刀把这个肉割下来的，那么痛，明明是那么痛，那为什么做梦里面这菩萨来给他吐了点口水抹上，醒过来连个伤疤都没有了呢？为什么这样子？这说明这些都是如幻如化的，我们执着为实有，所以啊，就是由此啊得轮回啊，由此啊受无量的苦啊。在佛菩萨面前眼里看起来，所以当你真正的能够啊为了众生能够啊自己轻，把别人看得重，这样来去实践的时候，好了，真正的离了生脱死就不远了。所以从此啊，这个梦中的这个人呢、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个很奇特哦。你看那个西藏也好，印度也好，我们中国也好，这个很多人梦里面做到都是白衣观音哦，都穿着白衣服的。观音菩萨灵感记里面也是很多，有的是生病啊，有的掉了河里啊，有的被车撞啊，都是看到一个穿白色衣服的一个人过来，然后给他照顾好了之后恍然离去就没有了。这个很奇特，所以我们这个白衣大士啊，这个是不在各个地方啊常常现这样的身体啊。所以梦中的人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从此之后呢，尊者相续中如理如实的证悟了实相密意，不单单伤口好了，智慧也开发了，开悟了，证悟了实相的这个密意了。而且啊，并且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观理句五论词句全部能够朗朗流畅的背诵，开了智慧之后对中观的这些啊朗朗的背诵出来，过去啊菩萨造的这个论点呢还有呢，这第三个故事呢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故事。世尊转身为莲花国王时，一次他的领土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瘟疫，死了许多人。国王唤来医生问，如何才能有效地灭除瘟疫呢？这时候医生回禀，若有如何达鱼的肉则可医治，其他的办法因为瘟疫之毒所遮蔽，无法知晓。所以国王就受持八关斋戒，对三宝做了广大的供养，猛烈祈祷之后便发愿，愿我死后立即转身为斗雪河中的如何达鱼。
就是啊，有这样子的猛烈的这样的一种愿望。说罢，便从数百丈高的这样的皇宫上跳下来，立即啊化身为斗雪河中的如何大禹啊！他这个人呢、啊，舍去人的身体，他大做了功德之后，这个鱼到哪去找啊？去找还不如我自己去投胎呢。然后啊，这个在佛面前发了愿之后，就自己跳，从啊皇宫上跳下来，啊，然后自己啊神识就去，马上就去投胎了。他化身了这个如何达鱼之后，还会讲人话，投身到河面上来说啊，我是如何达鱼，你们取我的肉吃吧。于是众人纷纷割取他的肉，哎。割取这边鱼这边的肉割完了之后啊，他再翻个身，另边的肉啊再让大家割，身体的一侧被割完后又翻到另一侧割，一侧的肉啊割下后又伸出来，等这一侧割了之后，哎，另一侧肉又伸出来了，那这一侧割完了之后再翻过来，再让大家割这头，这边在割的时候底下那个肉啊又长出来，这个福啊。这个世尊呢，以前呢发了这样的大愿了之后啊，他就是幻化一样的，这样自然就生出来，哎，所以如此交替，这样翻来啊覆去啊，所以大家啊取不尽的这个鱼肉，大家都得到了食用这个鱼肉啊，然后之后病人全部恢复了健康，哎，那条鱼又对众人说。我是你们的莲花国王，为了使你们摆脱疾病，舍弃自己的性命，转生为如何达鱼，你们若想报答我的恩德，则应竭力断恶行善。大家一听到啊，原来我们国王从楼上跳下来就是为了要化身这个如何达鱼，来让我们吃他的肉啊，来医疗我们的这个瘟疫的病啊，然后大家都生起了非常强烈的感恩之心啊，众人也依照他的教诲去做啊，去断恶行善。从此之后，他们未堕入恶趣与邪道中，因为他们断恶行善了嘛，所以就再也不会堕入到恶趣当中啊。此外，世尊曾经身为一只庞大的乌龟，由500商主去大海取宝的途中。船只毁坏，接近死亡。这时，乌龟以人语对他们说：“你们全部骑到我身上，我救渡你们到彼岸。”于是，他将所有商主都载到岸边。但是当时啊，因疲惫至极，到了岸边就睡着了。尔时有八万只蚊子吸吮着他的鲜血。乌龟醒来后看到这种情景，想如果回到水中或者就地翻滚，恐怕这些蚊子会死亡，于是他依然如故躺在那里，舍弃了身体与性命。世尊成佛之后啊，当时80000只蚊子转身为80000天子前来闻法，最后现见真谛。像佛度五比丘一样，佛度的那个五个比丘，哎，那个是在以前的时候多少事啊，哎，这五比丘化成啊，有的时候啊是五个恶鬼，这五比丘啊，有时以前呢，有时候是化现的啊，这个是啊，是五个什么，反正佛啊都为了他们一次一次的舍生命啊布施他们，最后佛成佛的那时候才能来度化他们最方便。哎，就像我们知道五比丘里面老大乔成儒以前呢割柴佛的身体啊，拿刀啊割佛的这个手啊膀子啊腿啊甚至耳朵鼻子都割掉，最后佛还是发愿说，我不但不嗔恨他，而且当愿我以后成佛的时候我第一个先度他。哎，说这个人的缘分，我们佛教讲人缘从哪里来的，结善缘有时候啊是需要我们发誓的、哦、发愿的、哦、哎，就像我们这个党员入党的时候要举手
要发誓发愿。我们修行人也要发愿的了，甚至连我们出家人头上你看点香疤，那就是发愿的了。你干嘛点香疤？跪在佛面前用火来烧头啊，就发愿的，在佛面前发愿，帮助为了一切众生的利益，宁愿啊我们自己舍弃我们小我啊，成就众生啊，把我们自己所有的快乐，所有的这个投入到众生的事业当中去，为了众生的谋福利啊，为了众生的究竟的安乐啊，不惜生命的这样子。哎，下面还有一个是世尊曾转为宝吉国王的公案。哇、哦、这个公案啊，就是更我以前呢看了这个公案的时候啊，都多少年之前呢看的时候，内心里面啊总是有时候啊，总是有时候想不太通。哎，我们今天我来讲这个故事啊，我看你们想得通想不通啊。你看这个修自轻他重在生活当中是怎么样去做啊。曾经在夏给达国境，有荆棘国王与王妃妙丽欢喜母生下一子，其子头上天生具有一珍宝顶级，从顶级上降下甘露，可以熔铁成金，因此给太子就取名为宝吉。太子诞生之时，空中也降下了各种各样的珍宝妙语，他还有一名为妙山的宝相。宝吉国王后来长大继承王位之后啊，如理如法的治理国家，并且经常发放广大的布施，杜绝了贫穷与乞丐。当时呢有个仙人呢叫泽克，有一位啊莲花中出生的巨象之女。这个仙人呢，他在修行的时候啊，在他那个池子里面那个莲花里面，哎，化身出一个小女孩来，他就把她收养了。养大了之后呢，就供养给了宝吉王做王妃。他这个仙人就把这个女儿啊就是供养给这个宝吉王。这宝吉王这么好的品行嘛，所以他就把他供养给做王妃了。然后又生下一子与宝吉国王完全相同，于是也取名为莲吉。他爸爸叫宝吉，生了个儿子跟他一模一样，所以大家都国王就给他起叫莲吉。有一次国王广兴共施的时候呢，就宴请折克仙人、南忍国王等诸多人士。所以当时第四天呢，为了观察国王的意乐，就化为罗刹从护摩火中出现，就来到了国王的面前乞讨饮食。国王给了他各种美味佳肴，国王啊，这有一个人来讨吃的，他所有很多好吃的啊拿出来给他，但是这个罗刹他都摇摇头啊，都不要，都不想要。他说啊，并且对他国王啊笑着讲啊，他说我需要啊刚刚宰杀了动物的温热血肉，他说我是要吃那个人。这国王这时候为难了，因为这国王从来不伤害任何的众生的。所以国王这个时候啊觉得为难了。那这时候啊转念又一想，看来现在是不施自己的血肉之时啊，现在啊是不施我自己血肉的这个时间啊到了啊，于是说我将自己的血肉给你吃吧。这时候他这样讲啊，哇，他的这个皇宫内院啊众眷属啊惊慌失措，万分焦急，百般的劝阻，但却不能够阻止。国王就用针刺自己的细顶脉啊，然后把这个血放出来供养给他喝。这个罗刹嘛高兴得不得了，得到这些血啊就津津有味的就吸喝的这些血，
一直引到完全满足为止。啊，之后国王又割下自己的肉给他吃，一直吃到头啊显露白骨为止。割的啊割，还割了一块这个罗刹吃啊，割了一块又吃，割割割，一直割到这个骨头都露出来了。啊，是这个时候众眷属十分的悲痛啊，尤其是王妃啊，王妃因为爱国王嘛，看到国王这样做啊，就因悲就悲痛过度昏倒，都昏倒过去了。啊，当国王还没有丧失意念之时，这个国王也痛得咬着牙根呢，这样憋的。但是国王还有一点点，还有神智，还没有昏过去的时候啊，这时候帝释天王啊，无比欢喜的说：“哎，这时候帝释天王啊，哎，缓变原形了，他不是罗刹了，变成帝释天王了。我是啊，帝释啊，这不希求血肉的了，我哪里要吃血肉啊？”请终止布施吧。说完便取出天人的甘露加持国王的伤口，之后国王也完全恢复如初了。你看奇特吧，哎，很奇特吧，哎，你看天人呢都有这个能力啊，更不要说阿罗汉啊佛啊菩萨啊，哎，天人都有能弄点甘露来一吐，马上恢复如故。所以后来呢，国王将妙山宝相 就赐予了大臣凡车。当时马热贼仙人有一位已得禅定的弟子来了，国王对他十分恭敬，做了广大布施后问道：“您需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啊，这位修行者就说啊，都说我在上师面前学习了吠陀，这是啊古印度的一种非常古老的一种修道的这种书啊经典，现在还有这样子的经典在啊，所以在这个过去的这些印度人呢，很多人都是看这个书而按照这个修行的。但是他说我在师父面前已经学习了这个吠陀，但是呢我对这位师父啊要报答师尊的恩德，现在他呢已经年纪也老了，哎，老人家早已经年啊，现在已经年迈了，没有人服侍他，我想供养上师侍者。哎，他想供养上师侍者就算了，他指名道姓的就说，我想啊，你能不能把你的王妃和你的王子给我呢，我带他去服侍我老师啊，服侍去老师去。国王啊，前面讲过了，因为他只要人提出要求，他必然满他愿的，所以国王啊就应允了，他就把这个王妃啊、王子啊、这个人呢、啊、都带回去，他供养给他师父去了。这个时候，这个宝鸡国王不是当时请客的时候也请过这个叫南忍国王嘛？这个南忍国王啊，他自从看到了这宝鸡国王的那个坐骑啊、那个宝相之后啊，心里就恋恋不舍。然后终于有一天呢，啊，因为他都特别的这个爱这个宝相啊，所以他返回到自己的国家了之后呢，就派人送信过来了，啊，告诉宝鸡国王。他这个时候呢不是商量的，他很霸道的，必须将宝相给我，哎，他必须将宝相给他。这个宝鸡国王呢就请人答复他，哎，说我已经宝相送给婆罗门了，送给他下面的一个手下叫凡车了嘛，说我已经把宝相送人了，不是我的了。但是呢这个南忍国王啊，但他不听，便说如果不给宝相将动用武力。你看这是什么啊，这什么人呢，你看。随后啊，不单单这样讲啊，随着啊，哇，发动大批军队啊，大兵压境啊。这宝鸡国王啊十分伤心，这个时候啊心里面比较难过，就感慨道：“哎，因增上贪欲的缘故，最亲密的朋友也瞬间变成了仇敌。”这个人呢、啊、对就生起了贪心之后啊，然后连朋友都不顾了，
哎，也不要情面了，现在要跟我打仗了。所以这个是宝鸡国王内心非常难过，人世间怎么会这样子啊？但是心中又思量了，如果我率兵迎战，这很容易战胜。他心里面也知道，如果我带兵去跟他打的话，打败他是不成问题的了，但这样必定会伤害许多众生呢，因此我应自己逃走。他不想带人跟他打，那我还是我自己逃走算了吧。正在这时，四位独绝出现在他面前说，大王，前往森林之时已到。这时候啊，那个都是修行有神通的人啊，独绝已经圆觉的这个果位独绝，然后呢依靠神变，恍然之间他们就来到了森林里。所以国王你看，他这个人，你说为了让众生就是啊不被害，不受痛苦啊，甚至啊放弃打仗的机会，我让你好了，就这样的。所以但是呢，他虽然走了，当时诸大臣前往啊马热贼仙人处索要连吉王子，那仙人也归还了。后来王子作为首领，这是王子啊来领导大家，率领军队与南忍国王交战，结果大获全胜。南忍国王惨败之后逃回自己的国家，因为当时南忍国王品质恶劣，行为卑鄙，而导致他的领土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饥疫与饥荒。这个时候呢，南忍国王问诸婆罗门，这个南忍国王就找人来问了，如何才能有效地消除这些情况呢？这些婆罗门啊就给他出点子了，说他们讲，若有宝吉国王的顶级则有效，应去所求。因为他那个顶级上会降甘露嘛，这个甘露是到任何地方的话所有都是变吉祥了。所以这个国王南忍国王说，这时候他也想了，我刚跟他打过仗，他可能不会给吧。但是他下面的这个婆罗门啊都跟他讲说，众所周知，宝吉国王没有不给的，任何东西都会给，没有不会给的。别人问他要妻子给妻子，要儿子给儿子，你信他说你要什么他会给什么的了。于是南忍国王派遣一婆罗门前去索求。当时宝吉国王漫步观赏林苑诸处，这时候因为那个宝吉国王不是来到森林里了吗，他也没什么事，正好在森林里面散步的时候，不知不觉已走到了马热贼仙人所在地的这个附近。此时宝吉国王的王妃在林间寻找树根树叶等，这个王妃啊不是被别人要去服侍马热吉仙人去了吗，你看，所以正好呢国王也散步散到了这个附近，这时候呢正好王妃呢也出来捡树根树叶，正好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说遇到一个猎人，这个猎人对王妃生起了贪爱之心，所以当时啊处境十分的危险呢，非常的危险。因为他怎么跟那个猎人怎么斗呢，你看。所以王妃这个时候啊就祈祷啊，宝吉国王救护我啊，他就是我内心里就这样喊，并失声痛哭，比他难过的就哭起来了。这个国王正好散步来到这个附近嘛，国王从远处就听到了他的声音，说前去他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时候猎人看到国王从远处而来，误以为是仙人，因害怕咒语恶咒而惊慌逃走了。但是啊国王走进来了之后啊，看到了这个王妃啊，内心里面你看是什么感觉，这个时候会什么感觉，他来晚一步差一点他自己的王妃被那个歹人强暴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啊就想啊，你曾经拥有国政无比安乐，而如今感受啊如此痛苦的王妃啊，十分悲伤，不禁慨叹，呜呼，一切有为法皆无可信也。所以这之前你看我们
这个这么大的威势啊，唯一国之之主啊。但是现在你看，两个人在森林里面这样子遇到，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遇见，哎，过去是那么样子的啊，辉煌啊，是那样子的啊，啊，你看众人围绕啊，那样子的有权势。现在这个孤单单的国王碰到孤单单的王妃，你看，所以说，所以所有显现的法，所有一切显现的，没有什么可真实的，没有什么真实的，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南忍国王所派的婆罗门来到宝吉国王面前，就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后索要顶级。国王说，你自己斩断拿去吧。哎，他就你来拿吧，自己斩，自己拿刀来割。就婆罗门斩断顶级后带走了，结果遣除了南忍国境内所有的饥疫与饥荒。宝吉国王以被斩断顶级的疼痛为缘，对诸热地狱的众生生起了猛烈悲心，而晕厥倒地。晕厥过去了，因为当时拿刀来割他那个头上的顶级，你看多痛啊！痛了之后，他是不是就想着自己的痛呢？他忽然的就想到啊，地狱当中的众生是多痛苦啊！他这时候不是替自己想了，反而是被那个地狱众生生起了强烈的悲悯之心而晕倒过去的，不是因为自己的那个顶级啊被割了之后痛晕过去的，而是由自己的痛而想到了这个地狱众生的痛，而对众生地狱众生的生起了难忍的悲心而晕倒过去啊。所以他这个功德就感召祥照，使诸多天众及国王的许多眷属汇集到此处来。他们就问了，陛下发生了什么事？他看着那个陛下那个头顶上顶级也没有了吗？发生了什么事？说国王就站立起来，用手稍微擦拭一下脸上的鲜血，说南忍国王要去了顶级，不识顶级，陛下心中有何希望呢？这个国王就告诉他们，除了期望消除南忍国境内的饥疫与饥荒之外，无有丝毫自私之心，但是恒时怀有一颗强烈的愿望。那是什么呢？大家就问了，那是什么愿望呢？他说啊，这个是愿望啊，希望能救护一切众生。虽然他们把我顶级拿去了，我是啊，希望是解除那些，但是我内心里还有一个猛烈的希望啊，这个猛烈的希望，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救护。就不失顶级后，陛下有没有生后悔之心呢？那国王说啊，未生追悔心。啊，所以看到陛下疲惫的表情，这难以令人相信啊。他就说，你看你现在宝鸡也布施了，这很啊疲惫不堪的这副样子啊，你说你不生后悔，我们怎么相信啊？啊，这国王就说，如果我对南忍国王的眷属带走我的顶级，未生其追悔之心，愿我的身体恢复如初。啊，他这样子说的时候，以这样的真实语的这个力量说完，身体便瞬间恢复如初了。所以众眷属祈求国王返回皇宫，啊，大家也非常高兴啊，也祈求国王啊能够返回皇宫。但是国王啊当时没有答应。这时四位独爵来到了王宝吉王面前说啊，您对冤敌也能饶益，为何要舍弃亲友呢？如君理当回归国土。所以有时候啊，这个人是要听人劝的。那个宝吉国王这么样慈悲的一个人，但是有时候也是需要有人劝的时候啊。别人一说，哎，他也明白过来啊。于是国王回到了宫中，给诸眷属带来无比的利乐。哎，所以有时候啊，我们要用智慧的语言啊，也要去劝别人啊。像这四位独觉啊，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啊，学习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这个整个过程呢，
我们这个宝吉国王他的这个行为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前身所化现的，哎，叫自轻他众。这个自轻大众甚至修到要冤家敌人，要杀自己的敌人呢，没有条件的。只要你修这个法的时候，你没有条件的，没有理由的。比如说我，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找一堆理由让你不去行这个行为。哎，要修自轻他众的时候啊，是没有啊可以啊选择的，必须要这样去做。这样子呢啊，叫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读的时候都很难理解，你要能理解那了不得了，哇，那你了不得了。所以啊，我以前多少年前读这个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也是，哎呀，非常的心里面难受，心如刀绞。有时候啊，觉得佛陀真是啊，往结行菩萨道的时候这样子啊，难行能行啊，啊。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菩提心的自轻他众菩提心啊，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大家希望这个佛啊，啊，祖师大德的这些功德能够映现到我们内心里来，能够啊，让我们也有这样的功德，以后也模仿着这样去做。哎，以前我们啊，这个桂仁老法师说，哎，他说不会修行啊，假装也要装装，装啊，装装装，哎，装久了之后就会变真的。哎，桂仁老法师啦，就告诉我们，哎，就是这样。所以啊，我们要这样去啊，要慢慢的去学，慢慢去学。啊，南无阿弥陀佛。